超舒服，而且今天天气20度，超赞赞。因为今天出门比较晚，所以想要直接回民宿去吃晚餐。我们现在要去吃民宿的晚餐，它这里有提供晚餐给大家看看，就是这间，它做得很像三合院的感觉。选要骑的脚踏车，有吗？有吗？他们两个今天穿蓝色。刚放完行李，然后我们要去附近逛逛，它附近离那个青梅很近。
牙刷，然后它是整个可以带回去的，连包装也是。